手游酷玩。哇，你长得好像我前女友啊。他这是在搭讪我吗？我们在幼儿园就认识了，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。十年了，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就分了呢？一定是他的前女友抛弃了他。曾经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写作业。10年前的事情他竟然还记得，真是一个深情的人啊。虽然现在我们分手了，但是我依然很想念他。那你们俩为什么要分手啊？因为我嫌他长得丑。啊？怎么渣男？前女友。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